个放你歌词的人，他没有出现，你不生气吗？你这个人就是不懂什么叫做信任。他是我最重要的朋友，也是我……总之，我对他不会有任何怀疑。你说的那个人是小鹿，对吧？对。你说你喜欢小鹿，不过我觉得你根本就不了解他。是，我是不了解他，我连我自己都不了解了。那就对了，你都说了，你连自己都不了解自己了，那我来告诉你吧，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那么讨厌。你说我是臭嘴男，我不想争辩。不过有一件事情，我一定要问清楚。我有做过什么任何伤害 OZ 的事情吗？嗯？陆天行有做过什么伤害 OZ 的事情吗？知道我喜欢你吗？我不想知道。一整天那么累了，我还跑了这十分钟，这剧情那么沉重，我却看到差一点笑了。家就在下个路口，怎么了？你会走错？